各的代表。对，嗨，嗨，啊，是我。嗨，哇塞，哦，卡哇伊，卡哇伊 ，very busy。里面有时候会做很可爱的造型，然后因为我属于比较可爱的感觉，所以我今天就把自己打扮得像娃娃一样，然后这种那种蓬蓬的裙子有没有珍珠的项链，而且娃娃也分类，有充气娃娃，我是芭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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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芭比 ，OK， 芭比，对，然后啊那个珍珠类的项链有没有跟耳环，整个都是贵州的，然后还有眼睛的妆，我也是故意画娃娃的感觉的，有没有？小空脚是受伤的，哪里哪里没有啊？你说你整个是有娃娃？我觉得很像娃娃鱼，我觉得还有，可是我还有一个重点，我发现我今天的鞋子跟他的鞋子很像，哎，对，哎，对，是不是也是什么就跟鞋，也是人家的袜子 ，from Japan， 很可爱，很好看，可爱，哎呀，日本的吗？可爱，你一起放，一起放，有问题吗？还是他的啊？对不起。还是他的头有问题，我头没问题，我觉得他的裤袜啦，裤袜子对不对？哪有这个是特别设计的，而且这样子很性感哎。可是你为什么一边高一边低？没有拉好，没有拉好，不是，为什么会选这个阿嬷的颜色？因为要贵州的。なんかすごいガーリーで可愛いんですけど、多分素材同じ素材レースを全部全身に使いすぎてる。全部レースだとちょっと。所以要娃娃才可以穿娃娃衣服是这意思。嗯，因为他是说，太多蕾丝啊会有点累赘的。哦。没重点。Too much。嗯。Too much。很忙啊。好。那这个呢？这个最阳春。穿睡衣我不是。真的欧巴，那时候贵贵，不是，因为我比较没有这样子，所以我是直的，所以我就穿一个长的，然后就是遮掩我的身材。我今天是森林系的感觉，森林，就是要比如说早上想去挤牛奶，就是挤牛奶啊，就是很田园风的感觉，喝露水，大概是这样。顔が可愛いのにもったいない。そうですね。你之前长那么可爱，然后这样好可惜哦。真的？漂亮，真的。哦，这样所以是人的问题，不是衣服的问题。你让能力男人看到你没有冲动，没有感觉。像是同一个，我们是同一个澳洲度假打工，boyfriend 是哪里啊？你们上同一个地方。逸轩，哦，换我了吗？我跟你讲，以为你没事。逸轩是属于比较壮，因为我是那种宽身材啊，就是很大个，然后又宽宽扁扁的，然后又没有什么曲线，所以我就决定呢，为了要有一点可爱的风格，所以就穿那种有可爱，一点都是逸轩啊，有没有？那种蓬蓬圆圆的袖，然后不会，可是哎，我金箔也有这个。可是这明明就是很春天的一种 feel， 然后就是至少它全部都把你的遮，该遮的全都遮完了。重点我还可以去吃到饱，我个人觉得这样非常的方便，然后又把所有的缺点，因为我觉得女生就是会嫌自己很多缺点呐，她想要全部都遮光光。她的饰品有问题，耳环，我觉得全身都有问题，都有问题，还是脑袋。可是她的观念也没错，她说她整个都遮起来。对呀。你就看不到哪里有错啊，挑的，我觉得他挑的颜色跟那个花样啊，挑的颜色跟花样，我觉得其实你的实际年纪上并没有穿到那么多。老师穿的都比你年轻了。对啊，我都40几岁都穿这个颜色。40几岁，知道是。他是说他
这个搭配还蛮不错的，只是会让它看起来更老这样子。哦，没有年轻可就是对不能漾起来的感觉，就不能娃娃。对，娃很像娃娃。如果说妈妈想要年轻穿着，可以参考你这个。你说比如说50岁就可以参加？不不不。66岁考虑年轻的穿着就穿这样，但是年30左右不能穿这样，对不对？可以啊，你可以穿得像55岁。所以只是年纪的问题嘛？对对对，澳洲日本也是这样，也是嘛。你想要装年轻的就会穿这样。未雨绸缪先生，对，三十岁会不会穿后面那样？来，后面，可是要带那坨什么鬼啊？这么慎重。Nice to meet you guys。帮我介绍一下，就是我是台湾最可爱的胖子。帮我讲一下。